越野塔啦、啊，或者是赛后的复健恢恢复的滚筒，或者是核心课程路跑的瑜伽课程，或者是一些工具或者的应用，比如说肌耐力或者这一些使用等等，我们都把它分为初级、进阶哈。那最后我们再把它进入一个主题课程，提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价值。那当然也达到这个运动品牌商的这个推广。所以我们跟在地哈也结合起来哈，做跑步旅行的活动，旅行活动、深度旅游的活动，也是以单车跟健行为主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眷属，你来上专业课程，那他的孩子、妈妈带小朋友，他就骑单车，带他去做深度的旅游。透过我们的粉丝专业一般的操作，还有我们的 Line App 来推广这样的热区活动。那同时我们也跟笔记合作，在他们的网站上跟他们的粉丝页上来做这个散播。那也尽量透过影音的记录短片的记录，能够快速的散播，不管是在 Line App 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团，或者是我们借助台湾这个网最大流量的这个运动网站路网站来